乘第一辆车，借由第一辆车，他会到达第二辆车，然后他从第一辆车下来，上第二辆车，借由第二辆车，他会到达第三辆车，借由第三辆车，他会到达第四辆车，借由第四辆车，他到达第五辆车，借由第五辆车，他会到达第六辆车，借由第六辆车，他会到达第七辆车，借由第七辆车，他到达萨迦陀城之王宫内门。当他抵达王宫内门，他的朋友、亲戚、同僚、嫡亲问他说：“陛下，你是否通过这七辆车而从舍卫城抵达萨迦罗城的王宫内门？”那佛那尊者问：“居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应该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回答呢？”那舍利弗尊者回答说：“为了正确的回答，朋友，他必须如此回答：当居住在舍卫城，我有急事要到萨迦陀城，在舍卫城与萨迦陀城之间为我准备了七辆车，通过王宫内门，我离开了舍卫城。舍卫城乘第一辆车，借由第一辆车，我到达第二辆车，然后我从第一辆车下来，乘第二辆车，借由第二辆车，我到达第三辆车、第四辆、第五辆、第六辆及第七辆车，借由第七辆车，我到达萨迦陀城的王宫内门。”为了正确回答，他应该如此回答。这是舍利弗尊者的解释。芬纳尊者做了如此的结论。像这样，尊者，戒清净是为了达到心清净，心清净是为了达到见清净，见清净是为了达到度于清净，度于清净是为了达到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是为了达到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是为了达到自见清净，自见清净是为了达到无取着般涅槃。在世尊座下而行犯恨是为了无取着般涅槃。这是芬那尊者的解释。你要怎样修行呢？这边禅师会简略的解说。在这个禅修营中呢，有些禅修者已经成功了一半，他们能够很明确的了解。那在这七清净中呢，要修道直证到阿罗汉道果，才能够说行犯恨是为了达到无取着般涅槃。在戒清净的第一个呢，是波罗提木叉律仪戒。对于居士来说呢，五戒呢是必须的。身为一位佛教徒呢，不应该伤害众生，不应该偷别人属于别人的财物，不应该与他人有性关系，那不应该说谎、两舌、恶口、绮语。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能够呢，他再应该继续守更多的戒，比如八戒、九戒、十戒。那对比丘跟比丘尼来说呢，沙弥跟沙弥尼、波罗提木叉
律仪戒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戒清净，没有这个戒清净呢，他们不能够证道。心清净，那是第二个清净。那第二个心清净呢，是为了达到第三个见清净。所以这一二三种清净呢，都是互相有关联的。依赖于第一个戒清净呢，就可以证得第二个心清净。如果没有戒清净，要修行止禅是没有办法证得禅那的。所以戒清净是很重要的。那不只是波罗提木叉律仪戒，第二个根律仪戒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如何守护根门呢？要如何守护根门，不让烦恼从根门进来？你应该要把你的心呢专注在你的业处上。如果你是修行止禅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心专注在你止禅的业处上。如果你是修观禅，你应该把心专注在你观禅的业处上。第三个是活命遍境界，一个人的生计呢必须要是纯洁的。比丘跟比丘尼呢，佛陀禁止通过这个戒律呢，禁止比丘跟比丘尼行错的生计。对居士来说呢也是一样的。怎么说呢？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他们伤害或者杀害动物，然后去畜兽，这种是不正当的生计。那他们造下偷东西偷盗，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出卖呢，也是不正当的生计。然后他们犯上呢造下这个跟别人造下性关系呢，然后呢通过这个来赚钱，也是不正当的事业。那说谎呢，通过说谎来赚钱呢，也是不正当的事业。那通过买卖毒品武器或者是毒药呢来赚钱，也是不正当的事业。那不只是自己喝，不只是不可以喝酒或喝能够麻醉脑袋的药酒，也拿这些药酒来卖呢，也是不正当的。身为一位佛教徒呢，不应该做这种交易，应该避免做这种交易。这种呢才叫做活命遍境界。第四个戒呢是知具依止戒，这是关于四种知具：衣、食、住、药。当我们要用这四种知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理的思维这四种知，用这四种知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为了防止冷，然后遭受到寒冷的侵蓄、热等等。这种思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你们应该牢牢的把它背上来。一共有这四种知具的思维，如果他们能够如此每天的思维，那么对这四种知具的执着呢将会慢慢的减轻。刚才解释的是戒清净，现在是第二心清净。什么叫做心清净呢？这是八定即进行定。为什么
他们叫做八定及进行定，或者为什么叫做心清净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禅修营中呢，有一些禅修者成功的证到禅了。当他们进入禅定的时候，他的心呢是没有受到五盖的侵入，所以在那一刻呢，他们的心呢是远离烦恼，特别是五盖。当五盖没有进入他们的心流中的时候呢，在那一时刻呢，他的心呢就是暂时的远离了这五盖，而远离了这烦恼，所以就暂时的清净了。这种八定及进行定呢，就叫做心清净。现在以安般念为例子来解说，当你修有系统的修安般念的时候呢，你的定力慢慢的越来越深，那能够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呢，你的呼吸呢就会变成禅相，那呼吸呢就会变成有颜色的。那什么是颜色呢？呼吸呢其实是一群的色聚构组成的。当你没有定力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但是当你的定力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呼吸是一群颜色组成的。那呼吸本来就是一群的色聚，当你分析每一粒色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九种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以及呼吸的声音，所以一共有九种。那在这九种里面呢，有一个是颜色。当你的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群的颜色，是由一群色聚里面组成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就组成了你那一个呼吸。禅相呢，就是这一群颜色组成的。为什么叫做禅相呢？因为它是呼吸里的颜色构成的。禅相的意思就是定力的一种象征。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人在修安般念的时候，他开始呢是看不到禅相的，但是当定力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到禅相了。这个就是因为禅相呢就是表示定力的特征。当他继续修的时候呢，他的呼吸就会变成禅相，然后呢他就开始专注在禅相，不再专注呼吸了。当定力更加提升的时候，他能够专注，能够维持他的定力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那时候呢，这个禅相呢就会变成白色的。当他能够继续再专注这个白色的禅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禅相呢就会变成透明的，非常明亮透明。这种禅相呢叫做四相。如果他禅相是白色呢，这种禅相呢叫做取相。如果禅相是像烟雾这样的，这种禅相呢叫做偏坐相。当他能够专注在禅相的时候呢，他的定力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深入了。所以他集中在这个禅相，那定力就越来越深入。所以说禅相呢是定力的根源，禅相呢是能够提升定力的一个原因。
当禅修者继续专注在事相的时候呢，他的定力会越来越深入，然后他就会进入禅定。那一共有四种禅定，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那。那第二禅那呢，会好过第一个禅那。第二禅那呢，第三禅那呢，会好过第二个禅那。那第四禅那呢，会好过第三个禅那。但是这个禅修者呢，都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体验。当禅师调查禅修者的经验的时候，有的禅修者呢会说第二禅会比较好，因为第二禅呢没有形跟事，没有形事的时候呢，他们就 不需要很努力的把他的心呢投向在禅相里面，所以不需要这个特别的精进力呢，他的心呢就能够很自然的专注在禅相，所以他们说第二禅会比较好。有时禅师会问二禅跟三禅哪一个比较好呢，那有的禅修者会说三禅会比较殊胜。为什么呢？因为三禅呢没有喜，喜呢使到这个心变成比较粗糙，那三禅呢没有喜只有乐，所以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他们如此回答禅师。那有时禅师又会问是第三禅好呢还是第四禅。有两种禅修者，有的禅修者会说第四禅会比较好，因为第四禅非常的幽静，那他的受呢不很清楚，模模糊糊的，所以他定力呢会更加的深。但是呢有的禅修者又会说第三禅会比较好，因为第四禅里面呢没有那个受，他们很喜欢那个受，所以说他们说第三禅会比较好。所以这是有赖于禅修者他们的波罗蜜以及他们注重的哪一方面来决定呢第三禅比较好还是第四禅比较好。接着下来是无色禅，很多禅修者 喜欢无色禅，因为他的心是非常的幽静的。 这种种禅那呢就称为心清净。当证得禅那的时候，心呢是被净化的，它远离了烦恼或者苦盖。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心呢非常的清净。用这颗清净的心，他修行观智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当你注意你的身体的时候，身体呢是由一群色聚组成的，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呢？佛陀说要培育定力，有定者呢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他如实知见什么呢？他如实知见苦谛，他如实知见极谛，他如实知见灭谛，他如实知见朝向灭苦的真理。所以要培育定力，因为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如实知见这四圣谛。这是佛陀在相应部十品里解释的。所以分那尊者说戒清净呢是为了达到心清净，心清净呢是为了达到见清净。
那禅师教导这个止禅呢，是为了达到这个心清净，并不是为了享受禅乐。第三种清净呢，是见清净。见清净呢，是明了明跟色，一共有四种阶段。第一是辨识明色，第二辨识，对不起，第一是辨识色法，第二呢是辨识明法，第三辨识明色法，第四分别明色法。这四种呢，有时候呢又称为辨识明色明色法。那么如巴巴里嘎哈呀呢，根据这个佛陀的教法呢，我们的身体呢是由一群色聚组成的。要看到这一群色聚呢，你要有充分的定力。所以呢，在每一支香的时候，在还没有开始辨识四大地水火风的时候呢，你应该呢先建立起四禅。如果你喜欢安般念四禅，你就建立起安般念四禅；如果你喜欢白片的话呢，你就建立起白片四禅。当心很专注的在禅相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进入四禅，然后呢，很强，在这四禅里面呢，会发出非常亮及有力的光。然后呢，你就继续的修四大分别观。你的定力，当你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身体呢变成透明的，就像冰块一样。然后呢，在这个透明的身体里，你继续的观四大。什么是这个透明的身体呢？当你触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触，因为这个是